我们讲到了很多的一些练习身体的一些小技巧，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相同的啊。为什么我们在重复着在讲，不同的人在讲呢？是说明得有很多的方法能用。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常常跟大家说的有一个非常简单通俗来讲叫甩手功。为什么要甩手？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也好啊，我们身体其他的关节也好，我们通过一种刻意的训练方式，让我们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啊目的。那么平常呢，我们看到很多公园的老头啊、老爷爷、老奶奶们在练习，你们会觉得非常好笑。你自己因为啊，我们很多人没有去体会到它其中的含义或者其中的妙处，所以啊，我们会觉得它很好笑。大家看哈，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啊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啊，这个膝盖得微微的弯曲，微微的弯曲。我们先学会一个弯曲起立，弯曲起立这样一个动作，脚没有动，脚没有动，弯曲起立，弯曲起立。第二个动作学，抬手放下，抬手放下，与肩同高，抬手放下。然后呢，这两个动作连起来，抬手放下，抬手放下，抬手放下。好，学会了这个动作之后，然后我们手臂啊轻轻的放松一下之后，用我们腿部上下的这样的一个间隙抖动我们的身体啊，抖动我们的身体。第一个最强的反应就是我们肩部的三角肌的位置，你会发现很快。第二个是我们胸大肌啊，这是外表肌肉，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，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脏腑里面。我们的脏腑啊，除了我们的这个大肠这个位置啊，可以通过外在的按摩起来一个蠕动，其他的部位是按摩不到的。那么什么样的动作能够强健到震动到里边，就是通过这个抖动。因为我们的脏腑是悬挂式的，当我们抖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脏腑在里面进行一个左右前后上下的摆动，其实是让它刻意的一种训练啊，训练脏腑里面的它的肌肉。所以既可以放松到外面的肌肉，又可以强健到内部的心肝脾肺肾的脏腑的啊，这个脏腑肌肉。那么这个动作就会非常好。那么在抖动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非常小的技巧，就是我们要有一点点提会阴的动作啊。提会阴我讲了很多次，就是我们在小便的时候似尿非尿的这个动作啊，所以抖动有一点点提会阴。你会发现通过抖动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你会容易排浊气、打嗝或者是放屁，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会发现你饿得会很快啊。通过这样的练习啊，那么每一次要抖够120次。那么大家不想记次数的情况下，我们干什么？拿时间来记，比如说1分钟、3分钟都可以啊。好，动作简单。第二个呢，我跟他讲练的一些方法，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，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意念，一定要回归到我们本身啊，不能心猿意马，你在想着等一下吃什么，自己在练着这个功法啊，其实呢它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。当我们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想要让我们的胃好起来，那么我们就通过我们的意念，通过我们的思考注意力想到我们的胃的这个脏腑的位置，然后再练习，你会发现它就好了很多。好，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身上啊，它会很暖也会很热，这种热和我们剧烈运动过后的热它不一样，是一种温润的热啊，温润的热。每天我们早晚啊各练习啊5组，一组120次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这个好指的是我们内在脏腑发生的变化。好了，今天我就跟你们分享到这儿。